为生态指标的蚯蚓，越来越多农民投入专业养殖。新北市农民王廷宏辞去啤酒厂副厂长的职务，转养蚯蚓。他如何历经四次搬迁，最后转型推广食农教育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？宜兰著名的农产品三星葱，当地一家烘焙厂老板张茂俊发挥创意，首创咸口味的三星葱蛋卷，最高纪录一天热卖5万只。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